没碰着你吧？碰绳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没撞着我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安行车记录仪了吗？没安吧？后悔了吧？来，我卖你一个，算你便宜点。亲爱的，那个，明天我们就要见双方父母了，我好紧张啊。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放松点儿。毕竟是我先打的人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呢？媳妇儿，你看电视剧呢？那个，我和你说点。等会儿你看呢？你下礼拜吧。哎呦我的妈！